要2023年的。小姐，请问你是？谭老板，我是小 P 啊，充电已完成，需要跟我聊聊吗？怎么了，谭老板？你不喜欢小 P 的这套造型吗？你可以选择换一套。好的，小 P。我去，这套音乐花的，你还有什么技能？我可以做你任何想做的。哦，那你写一个闲车的脚本我看看。没问题，我最喜欢写脚本了。Bingo！ 闲车 film 脚本第4199万3099期，开场，谭老板坐进了小鹏巨酒，然后特写他插入了一个 U 盘。嗨，谭老板，欢迎您使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智能系统 XP。您喜欢男性还是女性？你的兴趣爱好是？有了，小 P， 以后你就叫我小 P 吧。我操，这个梦也太真实了吧！这就是未来人工智能的样子吗？Hello, Mr. Tan， 您晚饭吃过了吗？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每天不断的重复，就像已经编写好的程序一样，是不是很可怕？就好像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假象。所以说人跟机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不是智能，而是情感。比如说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、喜怒哀乐，这些感情是人类独有的。就像我们为什么喜欢汽车，并不是因为它是一台完美的机器，而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东西注入了主观的情感。所以说我为什么会买G9，一个是我已经习惯早前小鹏 P7 带给我那些感受，第二个我觉得它确实是50万以下最好的纯电 SUV。 先不要着急喷我恰饭啊，作为一个真格的车主，我先来吐槽它的几个缺点。第一点，这台车全身这么多摄像头，你为什么没有行车记录仪？第二点，为什么无线充电那么烫，没有散热，功率还那么低？第三点，为什么座椅通风只能吹菊花不能吹后背？第四点，为什么玻璃水没了不报警？所以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车。但是呢，前两天我们试了小鹏 G6， 好像这些问题啊在小鹏 G6 上都优化了。接下来我就要聊一聊这台车的优点。所以我作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媒体人，相较于那些智能座舱啊、真驾驶辅助啊，我反而更关注于它的驾乘质感怎么样，好不好开呀、啊、坐起来舒不舒服啊，这才是排第一位。首先第一点，这台小鹏 G9 的底盘调得非常好。有没有双叉臂不是关键，空气弹簧是双腔的还是单腔的也不是关键，关键是这个底盘的质感真的是高级感满满，真的可谓是刚柔并济的一种底盘。而且这个悬架呢，它有三个档位可以调，每一个档位的区别都是很明显，要运动有运动，要舒适有舒适。我可以负责任地讲，这台车在路况不好的时候，它的滤震比宝马五系更高级。而且我觉得这台车啊，比我们早前去年试的那台试驾车的体感感受更好。
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可能自己买了之后更香了吧。而且你们不要看这么大一台车，大 SUV 车重也挺重的，它这个操控稳定性的表现也相当好。首先这个转向啊，你们大部分人呢会觉得这个转向好像太轻柔，但我觉得这个力度刚刚好，当然它也有三档可以调啊，而指向也很准。我觉得啊，你把它当做阿尔法罗密欧的那一套转向的手感来说也不是很过分，真的，你开过就知道这车的转向手感非常好。然后我们来说它制动，这台车其实制动成绩也很惊艳啊，制动力很强。为什么呢？你看它前面两个激光雷达，要制动力不强的话，这个加速太猛了之后，对吧，成本也挺高的。所以说相较于这个大彩电、大冰箱啊、大 napper， 底盘的调教啊，消费者是相对很难感知得到，我觉得这是小鹏 G9 一个最大的亮点。然后第二点呢，我们来聊一聊它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模式，叫做极客模式。本来一开始我第一次试这车的时候，我发现哇，能调的东西太多了，甚至觉得有点烦，因为99%的试驾车我们都是标准模式走天下。后来我自己买了之后呢，我仔细研究了一条这东西，它能调节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细腻，比 M-Power 还要多，比 AMG 还要细腻，包括这个能量回收啊、动力啊、悬架高低啊、软硬啊、ESP 啊，甚至是前后驱的这个扭力分配啊，通通都是可以调节。所以说如果你是对一个驾驶非常敏感的人，这个东西你可以玩一天。原来我以为只有西装啊 Bespoke 的才是最好的，没想到啊，连驾驶模式的调节也是量身定制的最好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我的这个极客模式啊，作为一个小鹏 G9 的车主，我现在总结了。首先动力响应，我调的只是一个轻的状态，它分了五个格子啊。当然你在弹射模式呢，它可以做到3.9秒的加速，这不吹了好吗，它已经比 G63 还猛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。所以我觉得轻这个动力就完全够。然后能量回收我调的是超强，然后呢这个 ESP 我调的是中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如果调满的话，它那 ESP 太保守了，过一个桥头跳都有可能给你夹一下，所以中性就刚好。然后四驱分配啊咱就不多聊了好吗，转向刚才也聊了。所以说这种量身定制的东西也是它的一个独特魅力。我觉得第三点我们来聊它的800伏架构和 XNGP。 其实很多人觉得800伏架构这个东西只有在小鹏自己的 S4 超充桩才能体现它充电快的特点，这个就狭隘了啊。800伏在任何快充桩上都比别人快一点，不管你是那些120千瓦的还是180千瓦，它都能比别人快一点。而且你和别的车同时充电的时候，它还可以帮你从别人那儿抢一点功率过来。所以说不管怎么样，这个800伏节约时间的。那么第二点呢，这个800伏因为电压高了之后，那么达到相同功率它的电流就会变小。反正我们实测下来，800伏的这个能耗相较于400伏来说是有非常大的优势。比如我这台车，我调成了 WLTP 的这个续航显示，我个人认为这个续航里程的剩余的表显是非常非常准确的，完全可以当做实际的续航来看。 XNGP 呢，我们在上海啊有一些路段还没有开通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迪士尼附近啊可能比较偏，所以我就先不给大家聊了。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小鹏 G6 在广州的那套体验，我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那就是国内目前加二辅助的第一梯队。好多人跟我说呀，说谭老板，小鹏 G9 的销量好像不太好啊。我说哦，关我什么事儿？如果买车看销量的话，还有我们这样的人干什么呀？难不成你买个车还得问问旁边的人赞同不赞同？其实小鹏 G9 这个车呢，它不是输在产品上，而是输在了舆论上。好像当今这个时代，营销的热度啊永远比造车技术更重要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一间小屋、一根网线、一部手机就是它的全部世界了。当今这个时代，互联网上充斥着海量的垃圾信息，我们要擦亮双眼，从海量的垃圾信息中汲取有效的营养。想想老教父说过的话，能够看清事物本质的人和看不清楚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。感谢收看本期闲车，我是谭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